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职业还是婚姻都比较稳定，所以一旦一个人入了哪一行，或者是嫁了哪个人，基本上都很难再做调整。但是大唐第一公主太平公主的婚姻被认为嫁错了之后，驸马薛绍就莫名其妙的以谋反的罪名被判了死刑，太平公主又轻易地走上了再嫁之路。那么究竟是谁认为太平公主嫁错了人？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桩婚姻悲剧对于太平公主一生又产生着哪些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太平公主系列第二集初涉政坛。上集咱们不是说过了吗？太平公主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也就是唐高宗的亲外甥薛绍。可是这场婚姻呢，在经历了七年之后啊，被认为是嫁错了啊，得调整了。只不过呢，认为太平公主嫁错郎的呀，不是公主本人，而是太平公主的母亲武则天。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啊，咱们还得先从唐高宗之死说起。咱们在武则天这个系列里头讲过，唐高宗死了之后呢，武则天她离皇帝的这个目标呢就近了，紧锣密鼓几年时间，她办了好几件大事儿。她呢废除了中宗李显，当时还叫李哲啊，软禁了睿宗李旦啊，而且呢平定了南方的这个徐敬业叛乱，又利用这个裴炎之狱啊，把朝廷里头可能反对他这些军政系统的这些人呢也给肃清了一下。一步接一步，离皇帝的宝座是越来越近。可是呢，咱们也说过，中国古代啊，这是家天下，王朝呢都是一家一姓的，因此武则天她想要啊把这个李唐变成她的五州，不仅仅要换皇帝，还要把整个李唐皇族也得给换一下，他要清洗一下李唐宗室。那怎么清洗呢？当时啊，武则天她是利用了一个国家礼仪工程。武则天为了当皇帝，不是要制造舆论吗？当时她的侄子武承嗣就出来给她帮忙来了，给她伪造了一个宝石，就是拿一块石头，上面刻上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然后谎称这石头是从洛水里打捞出来的，把这石头呢就献给了武则天了。那咱们知道，根据古代儒家学说呀，这河出图洛出书那可是重大祥瑞，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这个标志，所以武则天对这块石头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呢就把这个石头啊命名为天寿宝图，同时呢根据石头上的这个文字呀，给自己上了一个尊号，叫做圣母神皇。另外他还决定在当年的十二月亲临洛水来拜寿这个宝图。那么亲临洛水拜寿宝图之后呢，他还要在明堂里头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这是一系列的国家典礼。那为了把这个典礼呢办得圆满，武则天呢他就要求所有的刺史啊、都督、宗室、外戚这些人呢在典礼举行之前的十天都到洛阳集合。那武则天这个集合令一出来，李唐宗室这可就紧张了，他们心里就在想啊，武太后这是想干嘛呀？她是不是想把我们都召集到洛阳，然后瓮中捉鳖，把我们一网打尽呢？越想越紧张，怎么办呢？最后这些宗室一合计啊，咱们造反吧。那造反都有什么人参与啊？首先呢，就是李唐王朝前几代皇帝的儿子孙子，就是这些男性的后代啊。那另外呢，唐朝啊还不流行这种啊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所以呢前几代皇帝的公主也都给网罗进来了，彼此互通生气，都说要造反。造反的这个声势呢造得很大，可是最后啊因为叛徒告密等等种种原因吧，反正这个反呢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造起来，
到最后真正起兵的只有李真和李冲一对父子，那这个造反的规模就小多了。武则天呢，很轻松的就把这个起兵给平息下去了。可是咱们说，武则天平定了李真、李冲父子起兵之后，他会不会就此罢手呢？他不可能就此罢手，因为咱们刚刚说过，武则天当时一个预设的目标就是想清理一下李唐宗室，他把他们往洛阳去叫，其实也是引蛇出洞。那现在蛇好不容易都出来了，还能让他再缩回洞里吗？所以武则天呢，就扩大了这个啊肃清的规模，把很多很多宗室都给牵扯进了这个宗室谋反案之中了。牵扯进的人里头呢，就包括着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以及薛绍的哥哥叫薛乙。那咱们说，薛绍和薛乙都已经下了大狱了，接着就要审了，咱们也在这儿先考虑一下，这薛绍他到底有没有谋反呢？薛绍有没有谋反呢？这个在史书之中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第一种记载呢，是说薛绍确实谋反了，这是在《新唐书·公主传》里说的。《新唐书·公主传》这样记载，说琅琊王冲起兵，乙与弟绍以所部拥调，坐兵目视，且应之。冲败，杀都吏以灭口，赤谢下狱俱死。什么意思呢？李真、李冲父子起兵的时候，薛绍和薛乙这一对哥俩啊，他们也想呼应，想响应这个起兵来着。为了响应起兵，他们呢还去招兵买马，做了好多准备工作。只可惜啊，李真、李冲父子败得太快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响应啊，这边呢这个事情就已经平息下来了。那他们害怕事情败露，就把当初啊帮助他们操持这些具体工作的那个都吏，也就是一个啊他的下级，一个手下，给灭口了，企图掩盖罪行。那如果按这种说法的话，那他们就是确确实实参与谋反，抓起来是一点都不冤枉。可是呢，按照《旧唐书》，那就不是这个说法了。《旧唐书》的这个外戚传里讲啊，薛绍他没有谋反，说他谋反是冤枉。他怎么记得呢？他说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联谋辅助，是说薛绍这时候被人冤枉了，被人诬告。根据蒙曼副教授的介绍，太平公主的婚姻悲剧就是由母亲武则天一手造成的。可是关于驸马薛绍的谋反，在正史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那么薛绍究竟有没有谋反？太平公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家庭悲剧，她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薛绍他到底有没有谋反呢？我个人认为啊，说薛绍的哥哥薛乙参与了谋反，这是真的。但是薛乙谋反呢，并没有通知他的弟弟薛绍，薛绍没有谋反。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有这么几个理由，大家听听对不对啊？首先，咱们看李真、李冲父子起兵之前呢，他确实是广泛的联络宗室。那么薛乙他作为成阳公主的儿子被联络到，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那么薛乙他可不可能参与谋反呢？他非常有可能。他对武则天印象不好，当初武则天把太平公主嫁给他们家薛绍的时候，曾经嫌人家薛乙的妻子呀出身太低，逼着人家休妻。所以呢，薛乙啊，他对武则天是素来没有好印象。现在宗室都在这儿啊嚷说要联合造反起兵，他呢一时冲动想要去跟着他们起兵，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啊。但是薛乙他想要起兵，是不是一定就要告诉他的弟弟薛绍呢？我认为啊，他应该没有告诉，而且呢，他应该是尽可能的避免让他弟弟知道。为什么呀？很简单啊，因为他的弟弟薛绍当时已经是太平公主的驸马了，而太平公主呢又是武则天的爱女。那如果说他把起兵计划告诉给了薛绍，薛绍再不小心透露给太平公主，
那不等于自投罗网了吗？所以说薛乙啊，他应该没有告诉他弟弟。那可能有人也说这不对啊，哥俩住到一块儿，这边招兵买马紧锣密鼓，那边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这还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啊，按照惯例，公主出嫁之后呢，是由国家给她再造一座府邸，她是不跟丈夫家的其他人住在一块的。换句话说，薛少薛乙两个人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他们的住宅可能相隔甚远。那么薛乙在这招兵买马想要起义啊，薛少这一无所知，这是完全可能办到的。那如果我们这么推论成立的话，薛少说他也想造武则天的反，那就是冤枉。那你看薛少造反证据不足，很有可能是冤枉，太平公主在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呀？他就应该积极营救薛少啊。薛少已经下了大狱了，可是证据不足，他得出力呀。薛少跟他那是结发夫妻呀，两个人感情挺好的，而且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了。他这时候呢，肯定是跑到武则天面前哭哭啼啼呀，苦苦的哀求，说你看我们俩啊，刚刚结婚七年，感情这么好，生了四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啊才满月，你怎么能够忍心把他杀死呢？再说你说他谋反，证据在哪儿啊？啊，你仅仅怀疑他，你就能把他杀死吗？太平公主呀，肯定跟武则天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且讲感情。按照他的想法呢，武则天既然那么爱他，既然他是母亲唯一的女儿，母亲呢肯定会给他一个面子，放了他们薛少。那么武则天这时候有没有给太平公主这个面子？武则天呢，她没有给这个面子，她还是把薛少以谋反罪论处了。但是呢，因为太平公主毕竟求了情了嘛，所以顾及她作为太平公主驸马这个身份，薛少呢没有被斩首，而是打了100大棒，然后呢丢进监狱里饿死了。饿死虽然还不如杀死，按咱们看啊，但是呢毕竟是保存了全尸了，这就叫给面子。那当时啊，太平公主呢是刚刚25岁，留下了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儿。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好奇了，说既然薛少他没有谋反，既然太平公主又这么苦苦哀求，为什么武则天非要置这个薛少于死地呢？我想啊，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薛少是否谋反，而在于什么呢？在于武则天觉得太平公主啊嫁错郎了。当初太平公主嫁给薛少，是因为薛少呢是唐高宗姐姐的儿子，换句话说，这场婚姻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想加强一下李唐皇室的力量。可是现在呢，武则天想要改李唐为武周了，他需要加强的是他们武周啊，是他们武家的力量。那这时候呢，太平公主啊要承担新的政治使命，所以呢薛少他必须啊让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薛少刚刚死的时候，武则天呢就开始给太平公主啊张罗第二任驸马了。这个驸马呢别的都好说，但是有一项条件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这新驸马呀必须得姓武。那咱们说姓武的子弟也挺多的，武则天到底选谁呢？武则天呢，她提出的第一候选人呢是武承嗣。这个咱们在这个武则天系列里讲过，这是武则天的大侄子，当时呢袭爵周国公，算是武则天他爸爸的继承人。而且呢，武承嗣啊为了武则天当皇帝是没少张罗，也算是武则天的大功臣，也是他眼中啊需要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之一。那按照武则天的想法呢，把自己宝贝女儿嫁给自己最有政治前途的侄子，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两全其美啊。那么武承嗣呢，他要想再往上攀一步，也需要抓住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俩人都一点意见都没有。这个岳母也愿意啊，看来呢这个他眼中的一个女婿啊
也挺高兴。那么太平公主呢，开始她也答应了。可是答应了之后呢，就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啊，太平公主呢忽然变卦，当了逃跑新娘了。那怎么回事呢？太平公主啊，她说呢，我不能嫁给吴承嗣了啊，因为她病了。咱们说因为她病了，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太平公主当时刚刚25岁嘛，25岁咱们现在看还是一个年轻姑娘呢，凭什么就让人家嫁给一个啊病秧子呀？那以后要是活不了多久，那这婚姻缔结还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可以接受这个理由。不过我个人认为啊，太平公主她说武承嗣病了，她没法跟他结婚，这是一个借口啊。真正的原因呢，是太平公主翻来覆去的琢磨，她觉得她就是不能嫁给武承嗣，她心目中的驸马不是他。那为什么太平公主就非要去当这个逃跑新娘？为什么她就非得不嫁给武承嗣？为什么她在母亲这么强势的情况下还要反对一下母亲呢？我想啊，这里头至少有2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太平公主想来想去，觉得呀，武承嗣对薛绍之死是要负责任的，她在感情上没法接受这个人。那咱们说武承嗣干嘛要对薛绍之死负责任呢？薛绍是怎么死的呀？是因为宗室谋反被卷进去然后才死的。那宗室为什么谋反呢？不是因为武则天召集他们到洛阳集合把他们给吓着了。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召集他们到洛阳集合呢？不是因为当时出了那么一块所谓的宝石吗？那这宝石是哪儿来的呀？这宝石那不是武承嗣弄出来的吗？所以追来追去啊，追到武承嗣这儿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不是那么回事了，太平公主难道又知道不明白她母亲才是背后的一切问题的主使者吗？太平公主当然明白她母亲在这里起决定作用，但是咱们也要知道母女之间的亲情啊，那是非常深厚也是非常微妙的。太平公主对母亲武则天呢，那是爱恨交织，她不能完全去恨母亲，而且母亲又是那么强势，她也不敢去恨母亲，所以呢，只能是让武承嗣当这个替罪羊，就是他害死了薛郎，所以再跟他结婚呢，怎么想都觉得恶心，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他觉得呀，这武承嗣呢离政治漩涡太近太近了。太平公主刚刚25岁就已经因为政治的原因失去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其实她当时是再也不想因为政治失去她的第二任丈夫，可是呢武承嗣的身份就这么微妙，他就是武则天的大侄子，让他不卷入这个政治漩涡是不可能的，何况武承嗣自己又那么积极的张罗，所以他害怕呀，武承嗣总有一天他也会栽进去的。那出于这种考虑呢，太平公主呀也不愿意再嫁给这样一个人了，所以呢他就找了这么一个理由，说武承嗣啊他有病啊，我不能嫁给他。其实武承嗣有没有病啊？那谁都有病啊，咱们都可能生病，伤风感冒这一类的病其实很常见。那么这个病至于不至于说让人觉得都没法跟他结婚了呢？咱们看看武承嗣后来的表现就知道了。武承嗣的死啊是在胜利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这个呢离太平公主第二次选驸马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这10年之间呢，武承嗣为了争夺太子之位那是上蹿下跳啊，表现得相当活跃，相当的壮实，没看出他有什么大毛病来。就算是在胜利年间他死了，也是因为后来武则天呢终于决定把皇位让儿子继承了，武承嗣半生心血化为乌有啊，他一下子呢郁闷了，郁郁而终了。因此说他10年前有病，我们觉得呀只能是一些小毛病啊。太平公主呢就是不想嫁给他，就是要拿他生病做一个借口。
那咱们说太平公主既然不愿意嫁给他了，他总得提出一个人选呢。那他心目中这个第二任驸马应该是谁呢？太平公主提出这个人呢，叫做武攸暨。武攸暨是什么人呢？他是武则天伯父的孙子，也就是说呢，是武则天的堂侄，跟这个武承嗣呢，那是堂兄弟。那咱们看这武攸暨，他有什么优点呢？首先，他跟武承嗣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姓武，政治上非常可靠，可以让母亲放心。另外呢，这武攸暨啊，还有好几个武承嗣不具备的优点。第一个优点，他跟薛少之死没有关系，跟他结婚呢，没有什么感情上过不去的地方。第二点呢，这个薛少啊，他跟武则天的亲属关系比较远，相对来讲呢，他离这个政治核心也就比较远，不会说莫名其妙就被卷进去。第三个原因呢，这个武攸暨啊，为人忠厚老实，不是像武承嗣那样整天无事生非的人，他也不可能自己主动想要去卷入任何政治漩涡。还有最后一个优点，这个武攸暨啊，他长得非常漂亮，很养眼，是个美男子。那既然啊，这个婚姻呢，他不可能以感情为基础，那么找一个养眼的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事情。所以太平公主呢，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了，我要嫁给武攸暨。那么太平公主提出要嫁给武攸暨，武则天同意不同意呢？武则天呢，在非原则问题上一向是尊重女儿意见的，也是百依百顺的，说既然你愿意嫁，那就行呗，那就嫁呗。从武则天这个角度啊，和太平公主这个角度都没有问题。可是谁有问题了呢？武攸暨这有问题了。武攸暨当时呢，他既不是单身，也不是离异，还不是丧偶，啊，他是有妻子的，而且呢，他这夫人呢，活得非常好，非常健康，短时间内呢，看不出任何死亡的迹象，所以让他结婚，那不就等于犯重婚罪了吗？这怎么办呢？这点小事啊，可难不倒武则天。武则天有一天呢，就召见武攸暨。召见武攸暨的同时，他呢又在宫里派出了一介特使前往武攸暨他们家。然后呢，这个夫人开门嘛，马上给武攸暨的夫人奉上了三尺白绫。您呢，自尽吧。得等武攸暨从宫里再回家之后一看，哦，行了，自己呢已经又恢复了这单身汉的身份了。再跟太平公主结婚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那就这么一来呀，这个太平公主呢，在薛少死后不久也就梅开二度，重新改嫁给了武攸暨。那在太平公主改嫁武攸暨之后不久呢，武则天也就改唐为周，实现了她的女皇梦。那咱们说薛少之死和再嫁武攸暨对太平公主的一生啊，可是产生了相当相当重要的影响啊。什么影响呢？它让太平公主啊明白了三个道理。那三个道理呢？第一，作为身处政治核心的公主啊，她想要脱离政治做一个贤妻良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道理在哪儿呢？第二个道理啊，是如果说她的第一次婚姻啊是体现了父亲的政治利益的话，那么他第二次婚姻体现的就是母亲的政治利益，此后母亲将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第三个道理是什么？第三个道理是啊，在政治利益面前，感情是相当相当脆弱的，无论是母子亲情还是夫妻恩情，面对政治利益那都是不堪一击呀。明白了这么三个道理，太平公主可就发生了一种本质性的转化。她从一个享受着幸福婚姻的少妇呢，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心机深沉的一个政治动物。可以说，母亲遗传给她的政治家潜能呢，就通过这次事情给激发出来。太平公主经历了失去第一任丈夫的悲剧之后，她逐渐明白了
作为公主，她是逃脱不了政治的。从选择第二个丈夫开始，太平公主就积极投身到政治运动中来，积极投身于母亲武则天的麾下。根据史书记载，太平公主很快就从帮助武则天的过程当中显露出了多权谋的特点。那么太平公主究竟是如何展露出她的政治才华的呢？根据史料的记载啊，太平公主呢在这个阶段一共干了三件大事。那三件大事呢，第一就是杀死冯小宝。这个咱们在武则天系列里讲过啊，冯小宝呢是武则天的第一任男宠，跟武则天关系原来是挺好的。武则天呢为了提高冯小宝的身份，还让太平公主的第一任驸马薛绍管冯小宝叫叔叔。冯小宝这不就改姓薛了吗？可是呢这个冯小宝啊，他在武则天身边长了之后呢，慢慢的呀就恃宠而骄了，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以为自己什么都说了算了。后来他因为吃武则天的醋啊，居然就放火烧了武则天心目中啊他得天命的那个标志性建筑明堂，而且还纠集了一些不法之徒，很可能威胁到武则天的安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武则天只能是感情让位政治了，得把冯小宝给干掉。那怎么干掉他？直接昭告天下，宣布他的有关罪行。这不行，这个呢对自己影响不好。所以想来想去，武则天决定把他给暗杀了吧。那暗杀就得有一个可靠的杀手啊，派谁去杀呢？咱们说太平公主她多权略呀，她很机灵啊，很聪明，很有智慧，又是武则天的心腹，那就派她去杀吧，交代给她这么一件政治任务。那么太平公主接到这个政治任务之后呢，也就进行了一番非常周密的谋划。有一天呢，她就假传圣旨，把这个冯小宝给约出来了，约到了瑶光殿之前。他约冯小宝的同时呢，自己又让自己的这个心腹奶妈张夫人带领一批壮士在瑶光殿前头埋伏好了。等冯小宝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往这一走啊，张夫人呢率领着这帮壮士啊一拥而上，乱棍就把这个冯小宝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呢，又把他的尸体送回他原来修行那个地方白马寺，在那儿呢给他举行了火化仪式啊，烧成灰了，烧成灰还不够，还造进了塔里。几个小时之后，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灰飞烟灭啊，连做 DNA 检测的那个材料都没留下来。这事儿办得干净利落呀，所以呢，武则天觉得呀，爱女确实是有两下子，不辱使命，对她呢很满意。这是做的第一件事。那太平公主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二件事啊，就是向母亲推荐了男宠张昌宗。太平公主自从第二次结婚之后呢，其实对感情就看淡了，什么感情啊，都是政治利益的产物啊，所以呢也就开始包养男宠。那现在她自己这有了好多男宠，一看母亲呢啊既没有丈夫也没有一个男宠，这多寂寞呀啊，她就非常体贴的呀，把自己的一个男宠让给母亲了。这男宠是谁呢？就是那个后来盛传的莲花六郎张昌宗。这原来是太平公主的人，太平公主把他孝敬给武则天了。小伙子表现很到位啊，不仅是长得漂亮，而且呢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很快就把武则天呢哄得团团转，成了武则天晚年须臾不能离开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得到这件礼物呢，武则天对太平公主也是相当的满意呀，你看还是女儿比较贴心吧。那大臣呢，他再也不合适干这样的事情啊。对太平公主的满意度呢，又提高了一度。这是办的第二件事。那么太平公主办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三件事是参与扳倒了来俊臣。这来俊臣咱们也讲过，那是武则天亲手提拔起来的酷吏啊，让他去打击反对派从来没有失手过，也算是一个得力干将。
武则天挺喜欢来俊臣的。可是来俊臣呢，虽然得宠，但他有危机意识。他看现在经过他这么一年一年的打击，武则天的统治是一年一比一年稳定，这反对派越来越少啊，这怎么办呢？要是有一天没有谋反的人，他这个酷吏不就要失业下岗了吗？这让他觉得挺难受的。怎么办呢？没有这个谋反者，那就制造谋反者吧。来俊臣呢，这个脑子一发热呢，就把武则天身边的子女全都告了，说你的女儿太平公主，你的儿子李旦，还有你的侄子武承嗣等等，这些人呢一个也不可靠，他们全都想谋反。那他告了这么一状之后呢，武则天其实心里啊明镜一般呢，对他的想法是洞若观火，没把这事儿真当一回事。可是呢，这些被告心里不踏实了，万一老太太哪天当一回事了怎么办呢？这武承嗣首先就架不住了，他想啊，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我反告来俊臣呢。所以呢，他就反告来俊臣谋反。可是武承嗣自己也明白啊，他的分量不够啊，在武则天心目中他没那么大力量。怎么办呢？他觉得太平公主有力量啊，太平公主是他们武家的媳妇儿啊，他很方便跟他去沟通。同时呢，太平公主又是武则天的爱女，最近呢帮武则天杀死了冯小宝，推荐了张昌宗，正在得宠呢，让他跟武则天吹吹风，这个事情不就好办了吗？所以啊，武承嗣呢就让太平公主也跟他一起联名上书，说呀来俊臣谋反。那么这事儿呢，事关太平公主的切身利益啊，他也就欣然允诺了，签了这么一个字。那这件事儿呢，其实在客观上也就加速了来俊臣的倒台，同时呢也就加速了酷吏政治的终结。那咱们说太平公主在这个时期办了这么三件大事，咱们应该怎么样评价她此时的政治活动呢？我想啊，首先咱们得承认，此刻的太平公主呢确实已经表现出相当高水平的政治权谋来了。什么事情她该做，什么事情她不该做，该做是去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做完了之后又怎么处理，他心里呢非常清楚，拿捏的非常到位。咱们看史书中记载呢，说太平公主啊对这一个时期的阴谋是每遇某一，也就是说每每的经常的去参与。可是呢，咱们在史料之中能够看到的不过是这么小小的三件事。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大部分他参与的那些阴谋也好，权谋也好，都被他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咱们不知道。其实这是陪伴君主的长久之计啊。可以看出呢，太平公主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掌握了这样一些政治技巧，这是第一点。但是另外啊，咱们也应该承认，太平公主此刻的参政程度还是相当相当浅的。你看她参与这三件事啊，无论是杀死冯小宝，还是推荐张昌宗，这都属于武则天的私生活范畴，这是一些私事，不是国家大事。就算是扳倒来俊臣，那也是仅仅出于自保，而且呢他在扳倒来俊臣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也并不关键，只是一个辅助者。所以他此时虽然说参政程度还是比较浅的。那为什么太平公主有权谋，但是参政程度又如此浅呢？我想啊，最重要的原因那是武则天当时还牢牢控制着政治权力，他的权力还不容许任何人染指，哪怕是太平公主也不行。武则天每次跟太平公主商量什么事儿之后呢，都告诫她，这是大内密事，你要是说出去，我可饶不了你。武则天在限制她的活动能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时候的太平公主啊，对武则天那还是怕到骨子里去的。他从薛绍之死已经体会到了，
母亲的权威是不容许任何人挑战的，她只能帮忙，只能服从。所以这时候太平公主呢，按照史书的记载，那叫做畏惧自检，就是小心翼翼，不敢流露出半点锋芒。应该说呀，这个时候她还既没有走上政治前台的机会，也没有走上政治前台的打算。可是呢，无论如何，在武则天掌控之下的这段参政啊，还是给了太平公主相当多的政治经验。而武则天呢，也正在慢慢衰老之中。那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太平公主又意味着什么呢？请看下集《威风八面》。公元前221年，随着齐国的不战而降，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已经全部结束。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仅仅10个春秋，秦王嬴政就为历时2.5个世纪之久的战国时代画上了一个硕大的句号，终结了战国时代的历。而在这10年之中，秦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犹如风卷残云般就统领了中华大地。秦军的速度之快令人啧舌。那么为什么秦国的统一事业如此顺利？秦王嬴政凭借什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武功之臣》。